啦，咁啊 triangle A by C 裏面咧 ，angle A by C 係九十度 ，A dot 就係呢個三個人嘅 median，A by 長二十 ，AC 長三十六 ，part A 叫你揾翻 angle by AC，part B 就叫你揾翻 A dot 嘅長度，咁做法係點咧？咁首先咧，我哋用翻呢個大三角形啦，用翻 cos angle by AC 咧就係二十除三十六，咁所以啦 ，angle by AC 咧就係五十六點三度 ，correct to physics fit。Part B 啦，我哋咧就先揾咗成條 BC 幾長先，就係三十六嘅 square 減二十嘅 square 作開方，就廿九點九三三幾。跟住因為咧 A dot 係 median 啊嘛，所以啦 ，boy dot 同 dot C 一樣長 ，dot 就係 boy C 嘅 midpoint 嚟嘅。所以啦 ，boy dot 咧就係將 boy C 嘅長度除二咯，就十四點九六六幾。然後再用多次不是定理啦 ，A dot 咧就係將二十嘅 square 加十四點九六六幾嘅 square， 然後再開方。A dot 就廿四點九七幾啦，所以咧 run to physics fit 咧 ，AD 就長廿五點零 ，OK， 咁記得咧有個單位啦 ，the length of AD is 廿五點零 cm， 咁樣咧有翻個單位俾佢，咁成條數咧就做完噶啦。